可是现在，我想跟你确认一件事。什么事？胜利条件就是对方喊输就行了，就算对方昏倒，也不能倒数几秒，也没有平手的情况，这样应该没错吧？是，没错。这个家伙还真是啰嗦。原来是这样，这个小鬼恐怕有点难缠了。虽然半藏看起来很强，不过体力跟速度我应该不会输给他，我只要快速的移动，瞄准时机下手就好了。很有信心，不过速度够快。就一个小孩来说，你很不错。